好，下一位黄碧云议员。主席，刚才我就借了我三分钟给法律顾问了。一分钟有几多秒呢？主席，国际标准60秒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，由你做主持的时候，一分钟变了60+N秒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在香港的议会，在你主持之下，60秒可以膨胀的。主席，我是支持冯检基议员呢这个休会的议案的，因为呢现在去到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见到的现象是什么呢？主席，你头脑已经不清晰，规程你又未读熟，你的心又太偏私，能力都未够班，你根本上不能服众，在这里你不能服众，在出面你都不能服众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休会等你头脑清醒啲，读熟啲书再返嚟。政府今次责任都喺度嘅，陈家强唔喺度，佢其实都有权可以将呢一个咁有争议性嘅东北嘅3亿多拨款呢可以押后收返，等我哋处理咗其他啲冇咁争议嘅议案。但係佢今日人去一边呢，刚才都有议员问嘅，可唔可以收返啊，叫官员回应。可惜主席又唔俾機會官員去回應。嗱，東北呢一個發展，可能我哋唔係個個議員都話東北永遠唔發展。出面嘅市民相信都冇話東北永遠唔發展。但係而家對於東北點樣發展，的確係好有爭議。成件事係未成熟，有爭議，係未擺平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夾硬要去過。個代價實在太大了，我哋嘅議會而家已經付緊好大嘅代價，主席你都知道個中嘅滋味，但係我哋其實一開始已經俾個機會你，叫你唔好做呢一個項目嘅主持㗎啦。不過你又要死頂，而家搞咗咁耐啦，係得個吉，今晚睇怕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去投票㗎。嗱，主席，我好希望咧，你係俾個機會，讓東北嘅村民。關注的團體在下個星期和發展局局長有真正對話討論，然後就一些未擺平的事情大家有溝通，然後我們再回來財委會裏面，讓大家去理性去討論整件事情。事實上當中涉及土地的分配，很多人的家園被毀，究竟農業政策是否要保護本地農業，我哋交通嘅配套、石仔岭嘅问题，大家都可以有好有意见嘅。如果我哋夹硬唔俾讨论咁样通过咧，我係非常之反对。